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青山公路豪宅分行的 Daniel Tan，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个青山公路临海物业浪头湾，它发展商是南丰集团，总共有242伙和6座的 apartment 啦，32座的 house 组成的。咁嚟紧咧会带大家去睇一个1230尺嘅海景单位睇一睇。咁我哋望一望个客厅，就系俾一个一望无际嘅海景咧系包围住嘅。咁大家都睇完呢個單位係咪好滿意呢？咁我哋呢個可以望到日落嘅海景單位，如果大家都想參觀嘅話咧，隨時揾我。我係李家角青山公路豪宅分行 Daniel Tan， 下次見，拜拜。